个的常规赛期间的排名情况，可以看到在人员变动上是比较大的情况下，竹峰直接进来，但是后面的队友好像有点补不到枪，包括奈包的位置非常尴尬。左右懂的，但是直接拉你了，这战术、直接是一波双杀，1600块钱的枪械还是值回来的。通过，而且但这分的话，就是把判官过来，有一点点尴尬，但是战神又发威，给弹了回去。而队友倒霉的是 Scales， 这里是嗨宝炸掉了 Cold Fish， 杰克到了，是的，两个人节节设防，先打掉一个 Aaron， 这里的奥丁直接没有打过这把狂徒。A 小还在尝试，两个人他给了影龙之盾已经暴露了，杰克罗。而正面的话，这里 Cold Fish 等于是被反杀掉，子妍又打一个，三个人全在大刀位置，奥丁穿掉了，来到了 C 点的内部， Aaron 打掉了两个， Aaron 来找到 Aaron， 这奎夫没了，剩下残血 Scales 也过来一狙狙的，而且正面是被丢到了，丢到奈巴利了，是的，驾驭巨刃过来，在这是很慢的闪，到展眼，那爆能器落在 A 区，而正面的话这里还在混烟，所以又是狙掉了一个人，后院起火了，奈巴利来到了一个很死角的位置，一会儿给换掉。而防守方的成员已经进入到了 B 点， Aaron 打掉杰库洛，爆发能力是非常不错的，跳进来拉枪线，但是过推黑过来，字母哥的话打掉了 Stu， 但自己也被这库洛给来看一下具体的团队上的数据的展现了，没有补到人，这直接就过来了，手上直接过来被收掉了，歪尘打掉了，这样的话看一下爆点里面直接进去，皮蛋也是把爆能器拍下来，蟒侠的支架在二楼巢穴的位置，那我走了，他是要出去，绕后的已经到了 Aaron， 那他要让 Stu 先打，两个人选择指甲，照出来两个假低，最终还是过吗？人先到再给闪，威娃还在，威娃没人打，是的，威娃被闪了，而与此同时 Stu 是测到的位置，打掉了两个，虽然咬到了，但是队友补枪到位了，给祖玉平。但威娃脚下有人，真不看啊，是一眼没看啊，他你在看什么？袁立文，不可接近，好先进。是，他这个防守的确让人有点难受。但是进攻方这里天路人数是，两个人马上遇到了。字母哥相当漂亮的扶这个位置，二楼的位置是可以扶的。开刀打掉两个，没刀电，没刀过，血量和状态的紫妍已经远距离点掉对方的奈巴里。一个闪，这是漏脚的。这个回复有说法，这个回复。爆点的巨刃先打掉了队友，而正面的话有阻御屏障，不过对方是闯餐厅的位置，走一走是可以规避掉这个全员封锁的，没有问题。明狙响枪，先把外子妍也打掉了，有冲击技能了。子妍点两个，他的数位真的有点就打三个。但是自己的无效命令没有开出来，剩下一把判官，这怎么办？低一下，先低啊，拆了，差点拆一半。是的，是对狙打掉一个 Viva。漂亮，这里 ，I party， 看到换枪了，就一颗打掉一颗，但主播的位置很尴尬，再点一人，小九已经完成了一波双杀，小九旁边还有一个位置直接被架住，但是就人数太多了，深海陷阱在这里的，威巴打掉了两个人，那正面的话天路晋升两个人之后是小皮在拆的，直接打到了，想要反击，变成一个丢丢。直接切标配 n i g h t Body 下去的，对，因为这个藏云是换位置了，但是还没打掉，再切枪，朱尼当空掉了，不过还是由 Stu 完成了最终的收尾，拆掉了，而且皮蛋子弹了，但是人倒了，也能看到，对，能看到，问题不大，我真拆啊，哇，艾伦，字母哥已经被交掉了，最后仅剩一个 Cold Fish， 没有，不光要说他要鼓励队友一直要交。